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大师 OK 项目游戏是《暗黑破坏神三》，那我们要去找铁匠海哥海德。海哥，靠北。他不是保护你们，海哥哥，海哥。海德格，海德德德海格，这两个字念在一起我会搞混哎。海格格，海格德，海德格，海德格，好了，好老死哦。谈谈你的本职。小姑娘，你这么问还真贴心。还真贴心。就是我的未来。这么严肃，就算你注定要拯救世界，偶尔也还是该放松一下的。没跟呢。世界循环着同样道理，你想说什么？我说的够清楚了。哎呦，你呛我！我射你哦。老子在等着大家，往里面切进去，把你连皮带骨吃掉，就像对付我那帮一样。哦，海哥哥，你就是铁匠吧？我有事要找你。现在不行，我的太太，她跟那些被死尸咬到的人一起关在地窖里，必须收拾他们。神功怎么下得了手？死亡。走吧。我很乐意把东西卖给你，但是你要保证不告诉任何人这些东西是从哪里买来的，好吗？不好。知道闸门已经奉队长的命令锁上了。好了，最经典的地方来了，在这里。哎呀！哎呀！抱歉，不必道歉，你是在赐予他们安息。所以他们只要被咬到，就会变活尸。米拉，海德哥，救我！救！你怎么吐了？我上次没有跟你，哎呦，海德哥，上我，上我啊，海哥哥，海德哥，不要，海德哥，海哥哥，他真的是你老婆吗？你怎么打他？贝克的王冠，就帮得上忙。贝克王冠就跟我的祖父埋在一起，上天是你要瑞克的丞相，到贝克星光源神级，可以找他的墓穴。而且如果你看到我的笨徒弟的话，记得叫他赶快回来。笨徒弟。哦、oh。